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布鲁卡，就今天给大家带来是一个 MX2 的一个全新试玩视频。然后我们从开机界面开始吧。其实这一个是个比较神奇的一个home键，因为它很多操作都是集中在这home键上面，像例如双击，这是还有这个双击，这是一个打开一个菜单栏，然后呢，整体流畅度还是非常高的。我们看一下它那个系统版本，它是基于的一个是一个 Flyme 2.0 的一个 A 组的整体 ，OK 吗？它是基于一个 Flyme 2.0 的一个系统版本。那我们看一下它一些。它已经是内置了一个在线音乐，它也本机已经是内置了部分的一个音乐视听，是完美支持一个FLAC 的一个无损格式，然后是它的摄像头，它一个前置是比较清晰的，还有一个后置。我们看一下它比较对，就是比较测一个连拍功能。可能是开了闪光灯原因，可能会增加比较慢。可以浏览一下照片，是非常清晰的。是怎么返回呢？其实是一个home键向上一拉就是一个返回功能。还有一个，在一个本地中呢，可能一个最大亮点是它的入室功能在哪里呢？其实在点进账户更多是否开放权限。对，它一个整体背板呢，还是沿用了一个魅族 MX 的一个经典的设计，是一个双注塑。它边框呢，是一个金属的一个边框，非常的结实。看一下一些那个什么把的一个支持是非常好的。一个你的手老是点点的，在他手机的时候一看这个手机上面是三颗的一个按键，一个薄荷面板，还是传统的一个好像空了一点是吗？不是说今天要这个是4.0吗？对，我看视频好爽啊，终于16:103:2的屏幕挺好的。OK 吧，好，那要今天给大家的一个大雷试玩就到此吧。